英国最威风的两个首相，一个给女王上课，一个要废除君主立宪。众所周知，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女王和王室在英国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女王虽是国家的元首，却是统而不治的虚伪君主，实权全部掌握在英国首相手中。因为首相是代表英国王室和民众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最高官员，还拥有阻隔权。一般情况下，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党党魁或执政联盟的首领自动成为首相人选，然后经过女王任命后正式成为首相，也就是说，女王对首相拥有任命权。可事实上，首相任命只是走的程序而已，因为不管女王同不同意，都不会影响首相的任命。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的英国首相会不鸟英国女王。这不，在英国众多的首相中，就出现了英国最威风的两个首相，一个给女王上课，一个要废除君主立宪。给女王上课的首相大名鼎鼎，她就是素有铁娘子美称的撒切尔夫人。他任英国首相的时间是1979年至1990年，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而且他与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只相差半岁。一个1925年10月生，一个1926年4月生。撒切尔夫人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关系不融洽是公开的秘密。其他首相和女王会面的时候，要么是愉快的聊天，要么是就时事辩论了一下。然而撒切尔夫人却喜欢给女王说教上课，搞得特别正式和严谨。不仅如此，撒切尔夫人还多次以政务为由更改与觐见女王的时间，这都令女王十分不满，也让她不爽。女王对撒切尔夫人的不满表现得也比较公开，她在其他国家领导人面前就称呼撒切尔夫人为那个女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性格不合和接受教育的类型不同。而要废除君主立宪的英国首相叫布莱尔，于1997年至2007年任职，是当时工党的党魁。因为工党偏向社会改革，在某些方面有些激进，而英国王室是保守稳健的象征，所以布莱尔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之间必定会产生摩擦。1997年，布莱尔在选举胜利后不久，国会便开始举行年会。按照惯例，女王和首相都将参加会议的开幕式。女王于是照常乘坐她的王室马车前往国会大厦，但布莱尔和妻子切利却一改常例，决定从唐宁街10号步行前往。在女王看来，布莱尔夫妇此举是借此机会与民众进行亲密接触，并想夺取本属于自己的主角，让自己成为当天的焦点。事后，女王愤怒地要求布莱尔夫妻下次不要再有类似的举动，然而他们丝毫都没把女王的话放在心里。布莱尔夫妇第一次拜访王室，
切莉就没穿传统的格子呢裙，而且她还拒绝在镜头前向女王行屈膝礼，并用后背对着女王，这让女王非常不满却又无奈。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时间里，切莉不时会表现出对女王的不敬，还说女王应当尽早退位，并对戴妃同王室之间的纷争表示不屑。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因车祸去世，面对突如其来的境遇，女王希望将其作为家事处理，选择低调处理，于是仅发表两份简短声明，还拒绝降半旗致哀。女王选择如此低调是有原因的，因为在1996年戴安娜就已经与查尔斯王子解除了婚约，两人虽然离婚了，但戴安娜获准保留威尔士王妃头衔，既然有这个头衔，还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亲生母亲，女王如此低调冷漠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要知道戴安娜在英国民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为此布莱尔先后三次给女王打电话提醒女王重视处理戴妃丧葬仪式，随后还与夫人切莉一起到王室的巴尔莫勒尔度假庄园和王室成员共同相处两天，谋求对方的让步。后来布莱尔利用戴安娜在英国民众的影响力，直接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最终迫使女王放下架子，提前一天赶回伦敦，向全世界发表讲话，表达对戴妃的敬意和哀悼。这是布莱尔对女王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布莱尔虽然胜利，但女王对布莱尔将戴安娜丧事处理成有政治影响的国家大事感到大为不快。根据英国法律，议会所有最终提案都必须交由女王签署方能生效，因此女王每周都会在白金汉宫中接见布莱尔，听他汇报。据布莱尔身边的人说，一开始布莱尔对每周去见女王非常头疼，不停地对我们做鬼脸。然而这种例行拜访也曾出现过例外，就是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段日子，当时两人甚至连续数周都见不上一次面，这令女王有些不快。那段时间女王甚至认为布莱尔是历届首相中最不尊敬她的，因为她只顾着和自己那一小撮顾问商定政策，导致自己对一些重要问题完全不知情。按照英国传统，无论首相多忙，每周必须觐见女王汇报国家大事，可是在布莱尔的执政期间，就曾多次以公务繁忙为由连续数周未觐见女王，这让女王大为不满。在英国国防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时，嘉宾名单中却没有女王的名字，女王勃然大怒。后来在改革下议院问题上，女王又与布莱尔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女王认为布莱尔和其领导的政府过度插手了英国的传统，她大胆改革的风格也令保守的女王看不惯。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女王非常不喜欢布莱尔，都不愿意和他多说话。一次布莱尔竟然脱口说出我的内阁，结果女王反问他，
您是说我的内阁吧？名义上，英国内阁是效忠女王的，所以布莱尔这话说得非常不妥。面对布莱尔的不敬，女王也给回应。一次，她邀请布莱尔野外烧烤，正当布莱尔面对空盘子准备用餐的时候，女王突然命人把餐具从她面前收走了。其实，女王和布莱尔的矛盾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女王对布莱尔说道，你是我继位魏王以来的第十位首相。从最初的丘吉尔到现在的你，首相先生，我加冕那年，你才刚出生。对于这话，布莱尔日后回忆说，当时我只感觉到自己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部分。随着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布莱尔竟提出要废除君主立宪，其后又建议政府剥夺女王对众多王室财产的所有权，甚至还要求剥夺女王的遗产税豁免权。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